种下了蘑菇，来，对，他去。小松鼠怎么样？种下了谁呀？萝卜。萝卜。小鸭子。小鸭子已经种下了萝卜，你还想让小松鼠去帮小鸭子去拔萝卜是吗？好嘞，来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大南瓜，你想请谁来拔呢？给它摘呢？依依来说。我想让小狗拔冬瓜。小狗来帮大老虎来拔冬瓜是吧？哎，好嘞，小狗来帮它拔冬瓜。好，还有没有？你看啊，有的呀，有的那个刚才呀，老爷爷就请了很多的好伙伴来帮他一起做这件事情。你看，现在啊，有的是小老鼠已经种下了这些东西，还有各种小动物已经种下这些东西，他们要怎么样了？他们要拔了，他们要拔了。可是这些东西怎么样啊？就像大萝卜一样，长得很大很大的。他们呢，弄得动吗？一个人弄得动吗？一个人拔不动。他们要怎么样？要请好多的人。你来看看，你想请谁？你想请谁来帮他们做这些事情？你想邀请谁来帮他们做这些事情？如果你想好了，你就可以举手说一说。来，四月池，四月池，你想请谁来帮他们做这些事情？请小花猫干嘛呀？帮狮子拔白菜。请小花猫来帮大狮子来拔白菜。其他小朋友能想还有没有？好，四月池，你来说。企鹅帮小老鼠拔茄子。有啊，企鹅帮小老鼠拔茄子。好，好，还有没有？你看他们，你觉得谁还拔不动？你来，小姑娘。小姑娘。帮公鸡拔萝卜。帮公鸡啊！小姑娘也来帮公鸡来做这件事情了。还有吗？如果你还，你看，还有谁自己做不完这些事情？我们还没请小动物来帮他。大熊，你来说。我想让小羊。小羊。小老鼠拔我，拔摘着茄子是吧？摘着茄子，好嘞。还有吗？你也可以请。谁还有？谁还想好了？你也可以说。刘雅琪，你来说。你看看，还有一些小动物，还有一些人。小熊。帮谁？南瓜来帮。南瓜还没有人拔呢，是不是？他说让小熊来种下南瓜，然后让小熊去收这个南瓜。还有吗？哎，那小熊一个人拔不动，你这一个人怎么样？小姑娘。小姑娘。没有了。好，再请小姑娘。小姑娘来帮助小谁呀？帮小熊。熊，对，好嘞。还有没有人？哎，你看。好了，你看啊，我们小朋友啊都帮了他们找到了。你看我们种下的这些东西都是谁种下的？谁种下的蘑菇啊？谁种下的蘑菇？蘑菇怎么样啊？就长得大大的，然后他自己怎么样啊？拔那个大蘑菇拔得动吗？拔不动。哎，拔不动，他就会请谁呀？大象。他就请大象来帮忙。他们怎么拔蘑菇？我们学一下，怎么说？嘿呦，拔不动。最后他们又干嘛呀？请小姑娘来帮他。小姑娘来了以后呢，他们怎么样啊？一起拔动，对，齐，嘿呦，拔动了吗？拔不动。刚才那个年轻人说了，还是拔不动，拔不动怎么办呀？小姑娘，请小哥哥。刚才我听见有一个小。
该差不多了。嗯，看我们都来这么多人了，我们再来试一试。一起拔。
再来一首，你来唱吧。